啊，三你只今天鸡，开大一声人的，一个啊。有啊，是那个喇叭太小。哦，这个是消逝的旅途。哪里？我先看个 FB。有啊，不云的哦，不云的哦。有开始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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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哎，等个人，等个人。紧张没？我会害羞啊。十八个人而已，22，惨了，惨不会啊，了撑不起来了。妈妈来抽收视率啊。59个人啦。地瓜球会露个脸啊？不是啊，对啊，总哥你们站中间，你们去露个脸。安安。前。花鱼露个脸啊！100多个人呢、欸，哇！好，今天我们要下10月23嘛，10月23有那个下一次改版2020改版。那我们主要的改版内容就是万圣节跟日食庆典。那我们等一下会请三个玩家来为我们表演看看。那我们先等着大家7点半开始，好，开始了。不行的，好行了，哥好帅，无情开局，好，给你的粉丝哎、欸，你坐过来一点，我坐过来一点，啊，我很害羞哎，接力接力，那我要解说哪个部分？我们先上平米来看一下这个昼夜1+1的这个东西，好，昼夜1+1，昼夜1+1就是可以让那个奥数之河的一些每日任务，原本结一颗。送一颗，现在变成结一颗，多送几颗这样。对，让新玩家可以追上老玩家 ARC 用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得到一个专门用的活动技能。那我们等一下去解看看，每日让你体验看看加倍。好，这个 Espella。就这三个状态，你一次只能选其中一个啊，一个礼拜嘛。对，刚刚那三个任务有1+1，还有什么日食文献、日食地带这三个，只能每个礼拜三选一次，然后选完那次之后，只能再等到下周才可以再选一次。哦，那个掉了，后面键盘就掉。哦。我瞧一下，哎，好吧，我看不太懂他怎么瞧，我就直接打吧。哎，刚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打美丽的，原本艾斯佩拉有几颗？看一下啊，一个弄两个吧，我记得是两个，然后最后送两个嘛，8个。哦，我已经满了好久，好久没打了。1320嘛，所以它就变成两个满了之后变4个这样子。看你的那个等级是多少啊？它是最满之后才是送，才是1+1嘛？没有应该说你的日食阶级越高会送的更多，会超过1+1，会超过1+1，有可能会1+2、1+3的。会。哦，每一轮太慢了，开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改版主要就是有日食庆典跟万圣节。那我们万圣节主要有小屋，那我们日食就是有各种好康啊。那我们先为大家看那个日食庆典的，刚解完呢。OK， 想，好怪啊！刚解完，看一下哦。你直接回报就看得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次把它3个打完，然后再去回报看一次多几颗哈。哦，补汤哦。这次那个日冕活动啊，对于老玩家可以把自己的等级往上拉，啊，新玩家可以追 ARC 也追等级啊。
我觉得都不错啦。啊，战地也有得到不错的 buff， 就看你每个礼拜你想要往哪个方向去前进。要记得一个礼拜只能选一种啊。应该不是剑豪的，剑豪打哥就这样打、哦。我也是随便打打。拉幽暗拉得死吗？幽暗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他装怎么样。就是其实我还蛮好奇，非盗贼职业幽暗秒不秒不秒得了小怪？应该剑豪中伤蛮够，如果装备够好，应该都可以。可以秒得掉。嗯，那他哦那个攻击趴数都蛮高的，就是加的那个中伤了。赞叹无影剑啊，各位！那这次日食庆典呢，我们总共有四个重大的好康啊，有一个是那个送那个燃烧加速器，还有一个是可以让你进去一个地方冲星星、输星一下都不会爆的，然后再来就是有个东西是叫做装备传授，然后再来最后一个阶段是现金道具转移。那这四个东西，我们尤其是那两个装备传授跟先进道具转移，我们会在比较后面的时候再给大家示范看看。那真的是压轴啊，不看可惜。对对对，所以大家聊到最后啊，看看那个到底是怎么操作。这是个不得了的系统，但一个账号只能用一次啊。哎，对，一个账号等一次。那好，回报回报。我们直接回去。我们回去回去。哎、欸，皮老板，我想坐你那边。先看我们有几、啊，先看他两件事。啊，那好多个、哦，哇！快拉开，拉开，拉开。一二三四，多一组啊！五六六个，三倍太香啊，各位，有个鬼啦，整个包包都是啊！好多好多很多，哇哦，这是几颗？各位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四六二四哦，加三二七啊，各位二七啊。然后还有送那个核心宝石，再送你十颗核心宝石啊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次的那个阶段是、欸、很多的，看一下。看这有写一些说明。我们现在阶级是日食一等，所以我们获得有三倍，然后核心宝石加十个。那核心宝石也只有特定任务才有，也就只有那种。回到村庄回报任务那些每日任务才有，所以就是无名村、摩拉斯还有艾斯佩拉的，就是后康啊后康，真的啊，追起来好不好 ？ARC 追起来，一天当三天，三天再解啊，过瘾过瘾。他、啊、现在就是三个给你选啊、哦，一个练本尊嘛，练等级有经验加成，啊一个是练分身战地，可以去那个平原里面练，那、啊、第三个就是这个。那你自己可以衡量一下，你这个礼拜有没有时间去练你的本尊啊？如果你没有时间练本尊，你就可以去往 ARC 的方向发展。那如果你ARC 也没空，你或者说你已经满了，那你想要玩小资的，你就去选中间那个嘛，那个平原去把你的分身整个提升起来，战力拉起来了。对，好，那我就换爸爸来啦，换爸爸接手啦。我只想看聊天室而已。换爸爸介绍。有人说就组队，那个都会，那个都会三倍，都会加上去，不要紧张。什么精神硬币啊，都会，真的不需要紧张。好，那我们换，你是换、那個？我觉得我们跟上次的位置一样比较好讲，总哥可以在旁边 support。哇、哦，就是两个人，对，一个看聊天室，拿一个来打。我们来换一个夜使者。好，我不要啦，先换地瓜球啊。我在饿。我要打什么？又想管我练的。今年橘子周年庆，是指橘子节吗？橘子节的话，应该还没有出来吧，对不对？还没有，还不一定啦。好了，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现在问一问。半年后新武林直接八十人，这还不一定吧？新武林，他搞不好每一楼都跟武功一样，十分之一伤害，怎么打得上去？平原的话，两百以上还能练吗？什么意思？平原是哪里？对，平原是那个分身的那个平原。好哦，两百点上还能打，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就是效率没那么好而已。之前那个稻草人是，也、欸、是稻草啊，那个虫子稻田，稻田对稻田，对，之前稻田是两百点上
都可以打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你是选那个日食文献，那你先换我。对啊，那你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日食，你先点啊，然后看一下它说明什么，然后去解释。对啊，很小啊，那个，反正这日食庆典它有分，它就有三个部分，就是文献跟地带，还有这个一加一。一加一就是刚刚那个美让你们追 ARC 的，对，或者是你要农分身的什么时候，反正这个就是 ARC 的就对了。然后中间这个就是练分身打怪的那个，练一些比较低等的角色。对，就是之前那个打稻田杀虫了，杀虫了，这是杀虫吗？这是杀，好像杀那种叫沙漠的东西。反正等一下地瓜球进去打嘛。对啊，对。哦，等一下会进去打，然后再来就是文献这个。你们看到，因为镜头都花语只有一半。我只有一半。对，我刚刚也是只有一半。半张脸直播啊，各位。还是我们要靠近一点。你看 OBS 怎么样啊？看 OBS 的依然。OBS 有啊，可以啊，好多好多好多。刚刚歪掉啊！不要再查六了。然后这个日食文献，日食文献就是。我觉得最实用的啦，就是它是让你们练，就是让大家练功用的。然后它有几个阶段，不一定，就是要看你技能点到多少，然后它等级不一样，是这样子吧？是这样子吗？对，它你的技能等级越高，它每一次加的层数的经验加成会越多。对咳咳，反正这个文献就是让你加经验值的，然后它加多少就是看你的累积到多高这样子，然后等级越高，累积越快。可以理解成这样子吗？可以。好，看一下解说好了。消灭等级放在那个怪物来补充能量，反正就一样打怪啦。然后你就跟现在的冒险那个一样，它不是会有一个技能吗？冒险伤害技能什么的，那个条嘛，它集满就蹦这样。对，它集满就会去打怪，是差不多的概念。那这次也是会爆炸吗？对啊，会爆炸，会蹦，也是会爆炸，就是变日食那样蹦。哦，那就是一样，只是换一个特效。好，这样理解比较简单。然后。消耗一定能量来施展，对周围怪物什么，就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蹦就是会打怪，然后会送你经验值，就这样子。然后经验值加持的效果，哦，就是你的刚说到你的日食等级越高，你的经验值的加成效果就越多，对，这样子。然后最后是每次使用技能可以获得日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所以它爆炸的时候可以拿五里程，对对对，每次爆炸拿五里程，然后。你一天只可以拿100个里程，再加额外40个里程，所以一天可以拿到140个，所以一天就可以拿140个里程，140，对。可是一个月还是只有500，一个月500，一个月500-600嘛，对，一个月不是就这个账号一个月能拿所有里程，还是只有就一样？它这个日食里程是那个，你把它当做是点数，冒险点数这样的概念。哦，所以等一下它里程是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一条。哦，是这一条，不是那个商城的里程。哦，不是。看，一定很多人都以为是商城的里程。好，所以这个日食里程就是右下角这个能量。哎，没错。好，它是什么？哎，这还没有解任务，还没有解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点哦，所以就这个、哦、需要这个技能的。好，等一下就崩了。它要开着吗？是要手动崩的。它要手动哦。对啊。真假的，真的、啊，这个技能要手动按，手动崩啊，真的啦、啊。它不能自动在那边，就是跟现在冒险那样打吗？不是，你要手动去崩它。不行的。可以啦。然后我们现在打怪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现在等一下去利曼打一下嘛，275去利曼。这打得过吗？可以啊。是伤害够吗？够，够。新挑个按键。轮回什么都有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有按。俩这滑鼠太灵敏了，我都用引力杀哎，真假？为什么不是挑衅？因为挑衅技能延迟太高了、啊，打起来很慢哎、欸。好，相信你，相信专业。真的啦，我云夜使者，挑衅打起来很废哎、欸。真的？可他们经验加成，你说那10%吗？啊、可是杀怪感觉变慢啊。哦，是不是？相信你。先看一下有什么放，这样应该够了吧？够了。这只长红，这只会死掉啊？不会啊，死了就再复活，死了就复活嘛。他有永顺吗？有永顺，对吧？怎么可能没有？利曼，利曼去哪里练啊？猎食者现在应该都练中段了吧？
哦，一至五太慢了。哦，有那个量条出来了。你说上面那个吗？对啊对啊。然后他要100里程才可以那个崩一次。啊，再就是时光链刻印啊，刻印。刻印。对啊。刻印没开。没错。看吧，我还是知道的。这哦，好，看到了，没事。然后他集满哦，所以上面那个条，这个条集满之后才能用这个技能，就是100就可以放一次的。那300这样，300就所以假设我集到300的话，你可以放的，我300的话就可以连放三次这样子。对啊，连放三次啊。哦。然后你有里程了。哎。然后你现在身上右上角那边有个效果。右上角的效果。对对对。日食文献现在是等级4。是因为他已经点到等级4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等到最高等的日食阶段1，所以我们每叠一次放一次加7%。哦，所以他是倒数的。我说他等级数字是，你一开始点的时候是4，然后点到后面就是321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就是他，然后放一次维持5分钟，然后可以叠50次。这全部可以叠50次，所以你这个等级叠满之后，50次叠完就是75、35，350%。对，是这样算吗？对对对对，没错。所以假设一只怪68万，就乘以3.5倍。对。嗯，那他那这个经验值有吃其他的东西吗？像是蓝券啊，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？王八蛋，那还是不知道真的。我说像是祈祷啊，或是。密钥啦什么的，他应该是都会叠上去啊。这字形之后会出吗？感觉应该是都会叠上去。哦，好像有一个活动字形是吗？有吗？不知道。现在这是什么字形、啊？现在这字形叫做什么？那这字形是旧的吗？这旧的啊，这可以看吗？看啊，这可以看。你点它两下。字形，这个叫什么？星星世界，这个好像之前在那个哪里送的？这个很久了吧？好像是用抽的吧？抽那个那种什么？这是商城的吗？还是活动送？活动送，就像是什么预约箱子抽到的吧，我记得是这样啊，很难抽啊。有没有信心过5080？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们现在又玩不到。但是我看韩版那影片打得好烂，他打到50了。好，那他可以叠50次，所以你5×5=25，所以有250分钟让你练到爽。你现在满了300了，我们来连放3次。好啊，就崩了。所以他就崩崩崩这样子哦。对啊，可以再崩一次，有 CD 五，好像5秒钟吧。哦，连放3就可以崩崩崩了。好不好笑？对不起。那是蹦蹦哥唱那个啊，韩版中那个字形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叠五层这样子哦。对，叠五层的叠二。然后重点是他这个。你下线不小心下线二段线，他还在。你说这个 buff 吗？对，所以这个经验值的 buff 只需要断线都还在。那、啊、那什么时候重置？重置就是每天半夜12点重置。哦，每天晚上12点，每天晚上12点的时候会重置这个技能，所以你要从头开始打。可是，一旦你今天打满之后，你就24小时内它都不会掉。就是是吗？250分钟啊。啊啊！等下那250分钟过了，叠满了，叠满。那过了之后呢？就没了吗？过了就没了。哦，所以它还是有时间性的哦。对啊，只是250分钟，4小时哎，四小时，4小时不够干啊。可是以前不是断，可是它断线就不会说什么啊 ，buff 没了，哭哭。现在不会啦。他说日有光说那日食打得很慢，日食哦，那特效吧？你说特效打得很慢，有一点就跟那个绘图转身的概念有点像，就是很慢。有那个，就像绘图转身这样放了之后，然后放了之后，它快不会马上不见，所以还没有办法重置。好、哦，这会修吗？哦、这会改吗？这改鸡鸡哦！啊，真的假的？你的粉啊？我没粉。刚说字形是商城还是活动的？这之前的活动吧。之前活动。这个是字形，好像是之前活动的。难道拿出来卖了吗？是不是？反正打怪就是差不多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日食就是每个职业都可以，每个类型的玩家都可以爽到的东西。可是这加经验的东西，假设我本身累积买，我换分身它会有吗？还是分身要重新累积？分身还是全部共同？分身不行没有，好像所以它是独立的还是就这个共同的这个角色啊？所以假设我分身要就从头开始打，从头崩到尾、啊，只是。
那个庆典的等级是共同的，就那个账号共同，硬币也共同，硬币也共同啊，对啊，硬币也共同。只是我这次角色假设剩30分钟，我等一下开分证就剩零，要从头开始就对了。对啊，哦，好的，这样解答到你们的问题吗？那我站在外面的不行了，是以前活动抽到的。好，哎，那我们还要看什么？要看技能树吗？好啊，好啊，介绍一下技能树。技能树在哪里？在那个。我们先进去里面好了，不要被怪撞死。顺便介绍一下，这里面是在你说这个吗？这个洞，重新的那个吗？好，好，进去那个洞，进去。先进去，我们先看技能树好了，他们应该最想看这个。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叫做日月圣所的地方，就好像之前有个那个十四号街有个什么Nova天文馆，是不是？就是充15星以下不会爆装的。日月圣所。对对对。在此处进行，15星以下包装几率是零啊！不行，我要看他讲，我要抓错字。那我重新讲，他还在吗？在 NPC 哦，还在。日食两级以上的勇士才能进入的日月圣所。对对对对，加倍还在叠上去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是指跟其他加倍会不会吃吗？可以叠，可以叠，就连15星以下，刚刚怎么？你要看什么错字？等一下，我又没看到啦，就哦。我不要看他们了，再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要看他到底解说什么。日月圣所，反正这里就是充新的时候，那我们要充吗？完了，没东西充，我知道了，就不会爆啊。然后15星以下装备就不会破，就不会爆，就对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充15星以下装备，然后把它充到15星。对啊，就不会爆。然后等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到16了，对不对？100%到16。等活动，然后就等到时候，对，等那个时候就可以百分之十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等那么久可以、啊。可是这样不如直接买一张15星吧？这感觉跟14周年很像。对、啊，对，感觉不如直接买一张15星，不知道充多久了。哎、欸，观众那么衰，他一定充不过，一直爆炸。那我们换介绍下一个地方。技能树在哪里？技能树 OK， 然后零转嘛，零转，然后日时技能掉下。哦，對對對，所以点技能的时候，称号的数值，然、哦、后这个、哦、就可以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怎么干？装备栏吗？爱吧，爱啊，装这里这个。对啊。闪烁日食的效果，全属加30，攻击加10，然后有点废。对啊，有点废。噗。可是这整个活动强大不是这个称号啊。反正这就是纪念用的啦，哦，少啰嗦，反正就是好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技能树。技能树，技能树的话，反正它等级是不是1234啊？是4321，对对对，是倒数的。然后这个要你要两等以上才可以进来，也就是说你四跟三本进来，你要2到2的时候才可以进来。我讲废话，反正然后最后那个点刷跟他们讲嘛，我说总偷偷。哦，偷偷，你现在看到为什么我们可以点满？那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，那你看到什么，你不要太压抑。那其实是点不满的，对，其实上是点不满的，对，其实所有的点数是点不满，只有十二点，就是、对，你全部的技能点只有12点，所以这全部有21格，然后就全部21格，只是你只有12格可以点，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想一下你要点什么这样子，然后有一次重置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、假设你点了之后后悔，我点那个啊，点歪了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你可以有一次重置的机会。然后这每个技能数都是不同的东西，中间这个是经验值，然后第一个是 combo 的那个珠珠，就是那个球，然后最后是每日任务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这个是每日任务，只是最下面这个，我觉得大家会这标点是很废，比较有趣一点的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它让你可以打完每周打完可以清除一次，哎，对，可是它只限定打下面的这些王，打这些比较骂咖一点的王啊。那如果你是商人，想要弄红石，就点这个啊。不是点了也打不到啊，你不要点了啦，根本不会掉嘛。干嘛呢？我代表他们发声，可以点这个啊，这个应该必点吧，30B。哦，对啊，赞。那他这个是这个技能，他是要到对应的过来横向的这个等级才可以开放吗？对啊，就跟之前那个叫什么联盟。联盟哦，所以我人家点联盟啊，是那时候很像四就只能点这三个就对了，丢。然后三的话就是这一排，四就这一排，四就然后最后一就是这一排就对了，没错。好，看一下最后面这个是，然后第一排加那个 combo 那个球，对啊，我觉得像这个就蛮有趣的 combo 球会，每原本是每100多少次一个，100吧，然后好像都500什么什么
对，然后下次只要每次45 combo 就给你一颗球。对，轮两倍哦，轮效果两倍，是指他的经验，还是说那个轮技的效果？加持效果，所以是那个经验效果，经验哦，所以不是他另外他主要效果，像地震就变 超级地震那样子，不是那样子就对了。所以是另外不是另外一个蓝色的，就是经验的加经验值加原本是加多少100%变200%就变200%，哇，这个很佛哎、欸。然后这个呢，哦，45康变40康，99，可是粉砖发20康哎、欸。哦，那这粉砖发错了，反正是以反正到时候就是反正就是40康对了，不要说什么20康什么的，反正最后就40康会给你一个球，然后最后这个。我、哦、是每50哦，好更正一下，每50。反正到时候就差不多这概念了，那详细还会是做一些微调啊。然后最后这边它是给你两倍啊，变成两倍，就是原本假设是加100万就变200万这样子嘛。那个传狂狂狼传授的话，就是再更多。对啊对啊。可是那它是乘上狂狂的传授之后，然后再 double 嘛？就加100%。哦，好吧，就是总共乘以2就对。你原本是拿多少就乘以2就对了。旁边就是一些好，这些应该都不会有人点吧？哎，可是这个一般的怪物伤害，这个打王会不会有用啊？因为以前有人测试说打王的时候也会加，哎，还是说那时候是坏掉？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哦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对自己的加持啊。那如果队友放的话有用吗？还是说就是自身技能加持而已？你就好像你带一只加15%buff 的猛兽一样啊。哦，这样概念啊。哦。那就是加自身加15%嘛。对对对。好，精英怪登场，哎，这也没什么用哎。这一排是加技能，加经验的啊。它是常驻的吗？常驻，你点的就加5%。所以点的就永久5%，然后这个永久5%，再加5%，所以就10%，然后在那边15%。对啊。最后呢，加10%，所以是25%。哇，没错。哎，蛮多的耶，常驻都25%。对啊，过瘾过瘾。有个鬼的啦。可是哎，然后这个能量条啊，它。就是像是现在的硬币的概念，可是它叫就是日食里程。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它不会，就是没有商店让你买，所以你也不用干分身了。所以然后你每一只账号，就是你这账号是有42只角色，每一只都长得一样。我说你的能量条啊，对啊，就是所以你本尊弄完就不用干分身了。然后你只要本尊等级升完，你就这整只账号都升完了就对了。然后升了之后，诶，一天的上限是100啊，然后它有一个可以打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是打多少？60还是40？40，就好像现在的冒险锻炼那样，会额外在不在每日限制里面，在最右边那边。你现在可以打稻城会多100嘛？现在的活动，然后现在是打这个酋长，对对，这个活动之后你就可以打酋长，然后打这个吗？对，这个活动叫烟火仓库，然后进去打。哎，退出，不行的。啊，直接进去开靠，开靠！啊，那这怎么打？打怪吗？打怪啊！完了，黑屏了。哎，这要干嘛？就打他。就打他。然后他我会不会打不过啊？这个王有10，可以的。你看8888，这个王有10个阶段啊，你已经快把他打死，他剩两条命的。他剩两条命，可是他有计时，这时间内要把他打死。哦，好，对啊，好像100秒还是120秒吧，2分钟。然后最多可以得到1000，上面这个1200，你现在已经1100了。上面这个拿到1200，1200。哦，然后1200的时候就可以出去了，就自动收工，这样就出去了。所以到1000就不用刷了。对，然后他每30点会换成1点，所以是总共有40点。哦，所以它是1:40的概念，1:30啊，然后哦1:30啊，算错了，1000除以30就是40嘛。所以你这每天打的话就可以多领40。丢丢丢！哎，那他们这个要弄到多少才可以解到等级一？就是日食才可以点到等级。哦，那你把这个第二个这个吗？对，这个。那这里第一阶段要600。哦，反正就是你等级点到你是43，哎，那它反了吧？应该说它是第一个阶段的，哦，一阶段的优惠哦，好，只是它这个优惠不等于等级，可是它是随着你的等级开放的这样子。对，好，反正它就是你的等级4的时候有这个燃，它给你个燃烧加速器，它下面会有一个 UI 嘛，跟你讲说你现在累积多少。那第一个燃烧加速器你要拿600点，
六百点才可以升到一個，才可以开启这个优惠哦。啊，第二个要1200，第二个要1200，600、1200，然后那1800，再好像是2000，再是2000，两千，然后再是3000。它这个单位是什么？这个吗？对啊，就是对，就是、這個、日时里程。对。哦，所以那总共是多少？就是全部刚刚加起来，3000、2000，然后1200加600。哦，它不用，它是一直算上去。哦，它是累积的，它不会，它不会从归零的。不会归零，不会归零。所以你只要融到3000就够了。对。那等级升级的话也是3000就够了吗？从4开始升到1。欸，你知道我要问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就是不是，欸，他那个技能出来了。哦，我知道。就是假如从4。哇，坏掉了。你按什么 ？KO。都按 K。哦。不行了，这个电脑不行了。电脑烂了。电脑烂了。从等级4升到等级3也是600嘛。就是跟刚刚的那个数字一模一样。就是他。哦，所以他就是随着你的等级开到，所以你只要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这个总共能里程日时里程融到3000，你就不用再融了。差不多，就是优惠都全领，然后技能也全开了。只是你全可以，你只有12点技能点可以，你自己去选你要点什么这样子。差不多。好，反正就是差不多的概念。然后，活动的话，那他这里两个都没开，因为你刚刚已经选了这个啦。什么意思？你选了这个，其他两个就按掉了。啊，那下周三，下周三要开这个，下周三又再让你选牌选一次，3-1。哦，下周哦，所以他是哦，所以这三个是一个礼拜你只能选一个哦。对啊。哦，你看我问到关键的，所以这是有三个文献跟地带1+1，你每一个礼拜只能选一个。假设文献的话，就是加经验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还有别账号。哦，文献是经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假设你这个礼拜你想练够，你就选文献；你这礼拜想要弄那个 ARC， 你就选1+1。然后如果你要练分身，你就选中间的这个日时地带。我以为他三个都有哎。没有，完了，每周三，这大家慎选，完蛋了，你这招太假了，要被黑了。请问这个野角色加速器可以重复领吗？特别角色加不行，就一个账号领一次啊。对，这就一个账号领一次。那个升阶是有硬币就能升，还是一周只能升一次？升阶是理论上，它会应该是有硬币就能升，它会到就像冒险硬币冒险阶段那样，你硬币虽然够了，可是你要到某个时间才可以让你升。哦，那升的话是找 NPC 吗？找酋长吗？找 NPC 是哪一个？等一下，到时候这里会亮啊，这里会亮。那现在这里有吗？现在没有，我都开满了。哦，开满就不见了。开满就不见了。哦，好的。那我们介绍一下转盘，转盘。它反正这转盘就是一个可以给你保掉就对了。对，保掉。然后你每天它这里程原本是140点。对啊。然后你可以拿这个去跟他赌。也不是说跟他赌，你不用成本跟他赌。零成本赌博啊，然后你赌中了就是赢20点，然后输的话就0点，输的话零，然后每半小时可以重置一次，对，每半小时可以玩一次，对，半小时玩一次，然后它可以累积的，换句话说，你第一次赢了之后是，你第一次赢了就20，输了就零嘛，对，那你赢了再赢了就变成40，对，那我输的话就直接从归零。然后连赢3次就80，对，连赢3次的话最多零到八，就乘二就对了，20×2再乘二，两次方是不是？1×2，2×3次方，对，就这样子。看，数学高手哎。好，那我们转到黑色就是我们赢，白色就是他赢。他可以选择黑色或白色吗？就随机啊，随机的。就转盘嘛。哦，所以他就是你现在黑色还赢就对了。对啊，你就转一次。那这黑色白色几率是一样的吗？我咋趴？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。50-50。恭喜有没赢的。然后这样赢了，你就拿到20点。然后现在8:02，你8:32再转一次，然后又赢的话就可以拿到40点。可是这边转盘拿到的好像算在这里面，是不是？就是100个里面，它是包含在100个里面的，所以不会突破上限。所以其实如果你有打过的话，就不用玩这个了，因为一定可以满。每个礼拜选一次是账号制还是角色制？应该是账号制，账号，就反正这个活动就是绑账号的。好啊，这三个要干嘛？这三个就是那三个活动的 NPC 介绍的 NPC。哇，这个头帅哦！嘿，
黑魔女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NPC 也是 每日都可以拿里程的地方。这个哦，对，你看听他听他听他的说明，他是公主游行。开始公主游行，对对对对对。等下他做什么时候？每天早上十点到晚上十二点，每个整点跟三十分吗？对。他说整点得三十分诶、欸，所以就是只有半，八点半啊，九点半、啊，四点半这样。哦，就八每个整点三十分，他会有这个游行活动，然后你可以来，什么？反正他发礼物诶、欸，对，发礼物，然后就是公主会有个花车从这里出来，然后你就按蒲公搓搓搓搓搓，然后他就掉那个一个什么很像糖果的东西，然后就去捡它，捡它，捡它，然后就会有日食的点数，这样它有经验值，反正就是会有花车啊。你每个半小时你就来，整点的半小时就八点半这样来，然后它就有花车，然后来之后你就揍它，揍它之后它就会，你就一直揍它嘛，然后揍它之后它就会掉那个，你就可以捡，然后就可以拿到。它要看有经验值跟那个里程，经验值跟点，对点，那经验值一定很少啦，反正就是它是有点少啊。哦，那从这话找他这个人，穆哈默德。如果你想重置的话就找他重置就对了。哦，对啊，每次只能重置一次，所以大家一个账号只能重置一次哦。慎选啊。会吗？不能干的话，我就这样比较省吧。干好无聊哇，那么想干。他们是想要奖励吧，因为干的话可以干硬币，可以买东西、啊。其实这个活动不干，可是奖励却是我觉得历年来跟鬼一样的好。不能本尊一加一分身经验这样。跟鬼一样的好，哦、你看现金道具移动。那是不是这两个关键啦、啊？现金道具超牛的、啊，对，超牛现金道具。日月圣所就是刚、日月圣所就是刚说的那个，对不对？不行的，冲新的这个，冲新不会抱着，就是日月的圣所、啊、这个。嗯。哦，好。就它可以直接传过去哦。可是那冲那强化的钱一样啊。一样啊。它有什么优惠？还是它就只是让你不报？就单纯不会报而已、啊。就单纯不会报。哦。可是这样充很贵，你客家人，我报不错、啊，客家省一点。小屋，他们想看万圣节小屋，要看吗？不是有一个三层楼的，看一下，就违建。哦，可以啊，二加一，二加一。那我们现在出去这边，出去。哦，现在哦，这也不能进啊，这边根本哦，不方便耶。所以它最小会变成万圣节小屋吗？所以万圣节活动跟这一版是同一起的。对啊，是同一版。万圣节会先万圣节会先推出两周，结束之后才是日食庆典，会吗？选第一个练功超好用我觉得超好用的。对啊，练功超爽有在练的人应该很吃香，多25%经验。然后这就是新的那个装潢，新的小屋，新的小屋。那怎么样可以拿到这个房子？怎么样？就是这个 house， 这个 house 蛮简单的，丽思 house， 只要有乖乖解个剧情，讲个屁话。看个剧情结束就有了，真的假的啊？那就 NPC 是谁？是谁 ？NPC 是谁？没有，都是旧的 NPC 啊，只是多个灯泡让你接任务啊。哦，所以就是对话，然后对话对对话对一对，然后讲一讲一讲，你就可以领到了，就会领到这个外观的房子。我就可以从这边换，是不是？啊，就这样。他在哪里？哪边换了？我们现在就这个是不是？就对啊，就这个住宅啊，万圣节住宅。这是什么啊？啊，至于这是旧的啊，目前旧的。哦，这是现在旧的。啊，至于其他的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装潢，那些都是要靠那个叫什么管理员去购买嘛，慢慢买。现在里面家具是万圣节限定的嘛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你们摆好的吗？对啊，摆好的、啊。我现在摆在重置。那他会买到重复的垃圾吗？他是讲那些家具万圣节、啊，万圣节家具是用买的吗？打开，开管理员，开管理员。那这样管理员去哪了？把藏起来了。看罢工哦，不是那怎么对话？你可以按上面那个嘛？真的假的？的不是要先跟他们讲，不然你还会被骂。不用，他们就会骂人的。哎，这家为什么一百？为什么？好会做家事。我才23垃圾不做事。啊，那你看嘛，你把它换别的，换到万圣节那边。万圣节建筑带，燃烧加速器是只有一个吗？对，燃烧加速器就一个，就一个。然后就那领了之后，燃烧加速器领了之后。就用啊，它可以交放可以放仓库，放仓库啊，放就同账号内交易啊，这样子丢丢丢，购买，他不给买，因为你已经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活动还没到，活动时间还没到，反正就可以买一些反正那两万圣节的那两周，你等那两周买，所以要把握时间。那万圣节什么时候？万圣节就是刚改版，10月23
是吧？然后不是我说真正的万圣节，十月三十一啊，Hello， 哎，不是美国人啊，不是这样子 ，Hello， 万圣家具吗？是Hello， 抓到，反正就自己买对不对？就是家具自己买嘛，对对，他会去帮你买回来，他是。这是你的管理员帮你买，对，那买的时间要多久，知道吗？八小时啊，什么十六小时？好像十六吧。像家具就是比较少，像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建筑的图嘛，会比较多一点。你往前面，往前面，它还有那些家具啊。万圣节家具一样。哦，这个哦，买那个棺材啊，墓碑啊。所以是十六。买塔位，好棒！我要把我家摆满棺材。小屋管理员帮你买塔位嘞，真的哦。采购完毕，帮你买到一个棺材，赶快入主，漂亮。有什么好看的吗？棺材，好看，哦、海报，看你觉得好看，这蛮可爱的。那有说什么要出新的拼图吗？我想到观众要问的，这样哪买的？这个会问吗？我不知道，我、哦、不知道，好，没事，假如没事。我们也有一些家具已经先撸在里面，先放里面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太多了吧，大哥。露西打的床。不要这样，不行！你完了，你好夸张哦！我们讲好，我们来摆，摆下，摆下。哦，很漂亮哎、欸哦！这么大一个哦，摆哦，这双人床还是单人床啊？是不是你剪的、啊？双人。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哦，走了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不好吧？你那手旧的不能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万圣节，万圣节海报。好，贴这边好了。对。那这还有什么？还有其他的啊？那贴、这个吗？对啊。有露西的海报啊，像皮卡丘小屋一样活动，没有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。像你现在看还有什么其他你觉得好看的？像观察就会躺进去啊，观察这个、啊，对啊，旁边已经有了。他写休息椅耶，哎、欸，那他可以重复买吗？可以吗？椅子哎、欸，假设我重复买到可以重复摆吗？还是他会有唯一？可以啊，就可以，一样要摆几个摆几个。搬几个就搬几个，就跟现在的那个规则一样啊，就可以在里面摆满露西达床这样子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如果你点得到那么多啊，你看人家说好扯，直播消费。哇，那总哥凉了。没事，凉上趴哈，躺一下那个棺材啦。那他怎么不？那对吧？棺材怎么躺？就点到那边哦，靠近他点他。不要玩这个没？奇怪，我不会躺棺材啊。这样就进去了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你这衣服没有脱干净。你把那个机器人挡住了吗？对啊，这样哪看到？好，他会露脸吗？这是早知道我把它调透明。好，调透明。聪明。什么东西？关起来。刘德的剑什么意思？这有什么八卦啊？什么叫刘德的剑？刘德剑就是那个啊，他坐在里面了、哦。不是喽。哦，记得他不是喽。石头那就比较难打而已啊。好、啊，就坐进去了，就坐进去了。对啊，那个啊，他是坐在里面、啊。对，那这南瓜屋呢？南瓜屋也是坐进去了，也是坐进，这是床是不是？对啊。南瓜床，它可以换、啊。对，然后这是 CD player， 所以它会有音乐。这个、哦、这个会音乐，点两下还是什么？好、欸，哇，它可以放音乐，听看，听个。鬼屋，而且阁楼可以上吗？可以啊，阁楼可以上去。音乐在哪？对啊，就是 ACI。这是鬼屋吗？听起来超像打王的耶。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是打王吧？你要剪床，你要先讲啊！不会啦！不要剪床，你要先讲啊！大家看太多，好，那来躺一下露西达床。好，我们可以多听几首歌啊。所以这个床要怎么得到？我是打露西达，困难才会掉吗？对，简单的会吗？简单不会。啊，这么客气 啊，不，就是这么不好拿啊、哦！去阁楼看一下，怎么上去？你上去？哦，我有绳索，这件事哎、欸，这就三楼，就三楼而已，就三楼而已。不是啊，可是他这边可以上去啊，我什么时候这里可以上去？可以吗？你看他，我可以拉，代表应该可以吧？可以拉，代表可以。对啊，他这样子不能上去。哦，所以这也是违建的，那违不行，那违建啊，等着被拆啊，等着被拆。真的不能上去哦？不行啊，就三楼而已。好，上面上不去，哎、欸，那说不定家具可以摆呢。脑壳脸，我可以在那边摆一个床啊。好啊，看你可以吧，摆看看。哦，不行哦。摆海报。你看我摆个灯在这边，漂亮是不是？不是摆个灯在这边。算你厉害。晚上就可以招来很多虫。
好，小吴就这样子了啦。有人问小吴上线会加吗？装那个装的仓库。什么叫小吴上线？哦，就是包包的。哦，换一首歌。像是那个神秘的故事，是实况组的有啊？哦，不是，啊，不是，应该不是。他有夜店哎、欸。好，听。刚刚说的上线那个，感觉听说未来会加。你去夜店不会倒吗？我也不晓得怎么加。不要，我去夜店听到这种歌，我一定走了。真的，我去夜店听到这首歌，我一定走。完了，那走了。好，走。还有什么要看吗？菜单啊。差不多了。他们说屋顶有天花板哎、欸，天花板能点吗？什么意思？天花板不是要用买的吗？要啊。天花板是用买的。不是要买的吗？天花板。窗户哎、欸，没有天花板哎、欸。那喊名啊！什么天花板啊？什么鬼？好，不理他了。屋顶好像有东西，屋顶没有东西。屋顶没有东西啊！哇，万圣节，有没有小声？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没事。好了，来，反正这个庆典就是打怪的。哎、欸，是庆典文献。哎、欸，对，文献就是打怪，你集满100就打怪就对了。哦，然后打怪就可以累积你左上角的右上角的 buff。然后累积满了之后就可以让你练功，对。那他一样就是，把他加持没了就没了啦，每天就时间性的，总共有四个小时吧，对不对？250分钟。好，就这样子了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这边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好，对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介绍那日式地带啊，打怪。对，杀虫。啊，我们想要换账号，换账号啊，因为这是只能账号的。好，换账号，只能账号，所以我们换账号。赶紧拿。总之你先登，然后你位置给地瓜球做好了。好，然后我来看聊一次。可以，让我当个登个账号。肚子好饿哦。刚刚有人说什么？我也好饿，超饿。是查理啊？谁？阿果。阿果没。就想要去吃东西，等一下。神秘的故事是吉娃娃的歌吗？吉娃娃。跟吉娃娃不要吉娃娃了，吉娃娃更红哎、欸，吉娃娃。他们说，他刚刚说顶楼有一个门哎、欸，没有啦，那个那是装饰啦，字型是那个，你刚说的什么字型？那个超级明星什么单位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音乐我不行的，声音好弱哦。我要简单一点的，怕是海底捞。有角色改动吗？有。什么意思？角色改动就是技能改编啊，这次有改一些些。你说传授吗？不是传授，传授还没改。就好像那个，我们这次困难路西达就有下胸啊，就是跟那个。哎、欸，你直接讲出来哦。讲啊。按农场有几分钟？反正下礼拜困难路西达血量就改了，就直接减一半了。但是防御力存有二的。对啊。他其实是 P2 啊，他应该是 A2 吧？就到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纠纷的啦，纠纷。啊，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反正快乐路西达就下礼拜改血量就改成减半了，然后防御力，反正它会变得比较难打啦，血变少就可能会变比较硬之类的，硬啦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介绍这支实际打，我们来换地瓜球，换下面一位，好，换地瓜球，好，换妈妈来，我不是妈妈，你赶快来看聊天室。困乐15兆跟 P2， 其实 P2 指的应该是我瞧，防御力两倍，对不对？就是它的英文。哎、欸，给你，你要滑什么、啊？可以用，我看两句就好了。这个聊天到13呀，不要，真的不行。农场有几分钟，等一下会打哦。可是不是啊，你要，我要打啊、可是我不知道啊。这个是什么？你先念，那我们先念一下它的地带活动。嗯，我看一下，这是活动，各角色可在每天指定时间内使用，所以它不是随时想进去就进去哦。可以啊，就是想进去就进去。可是他说特定时间、欸，欸、所以不是我想进去就进去。可以啊，等下进去就知道了。不管消灭几只都可以获得经验值，只是经验值应该是看你消灭几只吧。嗯，对不对？打越多就越多经验值，经验值获得量跟哦，反正就等级越高，拿的经验值会越多。对，好，地图内周期性的获得日食里程，200等以上经验值效果会大幅降低，所以这就给你练战地的啦。哈、哦，本尊想要弄就算了，所以小只可以过来。Okay、好，那我们继续打一下好了。你要花按键吗？你有玩过炼狱吗？零，不行了。我看一下啦。一周只能选择一个主题，哈哈哈！这最后这一行是怎样？就
就这 NPC 是恶搞的吗？真的笑笑的啊、哦，所以真的会这样，真正的真的，他叫黑魔女、欸，就这个不会被迪士尼告、啊，他就庆典，哈哈，夸张夸张，他什么前进？前进就前进，然后就是地大，好 ，Go Go Go， 然后要怎么键？那我改一下键盘的、啊。就跟那个，所以他是没有接任务的哦。啊，你先改键盘好了。你刚按了吗？哎、欸，我的不，他改掉了。对对对，好，看一下。其实就力啊，你就力按，一直一直搓搓搓掉了、哦好好。反正你有玩过吗？进去了。那要瞬移打，你知道吗？不用了。好，算了，你就原地敲，原地敲掉了。哎，跟客家打怪。啊，就进去。这个好對對對，跟黑魔女讲话，跟那个小宝讲话就可以进去了。好，不要捡床了。好，开始打。哎，然后呢？哎、欸，哦，有时间限制哦。哎、欸，放个轮回，我来放个轮。这里面轮回有用吗？试看看啊。试看看，你先把怪杀完。你是杀不完。因为它出来啊。可以先杀。啊，可以可以的。轮回。也没、啊。感觉没用哎、欸，看起来没有变多哎、欸。不行哎、欸。太棒了。啊，轮回没用，轮回没用吗？那这谁要打？可是他怪出蛮快的啊，所以没有轮回的就来这边打，好吧？有哦，没有轮回的小智可以来这边打，好美哦、这是什么字形啊？看一下，对啊，这字形好美哦。哎、欸，我按错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点错了，你去打你去打。哎、欸，这是这字形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万圣节字形。对，这是这是去年的吗？这是新的吗？新的还是二吧？他写个二应该是新的。哎、欸，这字型好看哎、欸，好美啊、哦！这发型什么时候复刻？这发型不是那个什么吗？出过了不是吗？上个月啊。什么神秘闪耀神秘是？还是神秘闪耀？这是方块啦，他是头发啦，真的啦，镜头记得是啊，这头哎、欸，神秘闪耀头，蝴蝶舞，蝴蝶舞啊，差太多了吧？蝴蝶舞，所以我是出过了，差太多了吧？儿时梦，抱歉抱歉，新的去年是紫色的，你说自行吗？哦，自行吗？自行去年是紫色，为什么他要穿松鼠装，然后配一个帽子，很可爱吧？配一个万圣帽，爽爽。哎、欸，这经验多吗？我们看一下经验，275的话打一只，275，超过200等大幅减少。等一下你先不要打，我们看不到。好。获得经验值21万，超少的哎，才那个利曼怪的三分之一，你打三次等于死，反正200的以上就不用打了啦。哦、oh, ，OK， 好了，就这样。啊，然后那个有观众说测试开天上的时候放扣血的技能会不会扣止血？我记得是会。龙哥，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？所以谁要扣血？就是、啊、你先开天上，你按 W。嘿，然后有什么技能是可以开？转的那几招，蜘蛛之镜吧。哦，蜘蛛之镜会扣血啊，会扣15% HP。按下去，按下去啊！好按。不是啊，他秒满嘞。刚宠物帮你补吧？是宠物帮你补了，所以他扣红色的血。所以其实他是会，所以他会扣红血嘛？对啊。看起来是的、啊。还是有什么无本技能？他、啊、想要干嘛？你想要、啊、卡住了？想要干嘛？就是、不是他不知道，就是他们说有高超车。开天上开那个。上上杠。五转的彗星什么的都是扣红血啊，哦，所以止血不会扣，对、啊、对，哦，他可能怕说，如果他止血残血的时候开这个技能，就会爆天上嘛，这样子，看起来是不会、啊，应该是不会啊，反正他是扣红血就对了。啊，哦，聪明哦，他说看队伍的血量，啊、开始就要去解祭坛啦，看队伍调的血量，哎，队伍按键怎么不一样？这是能组队吗？不是 R 吗 ？J 没事没事，有了，可自己开组会不会跳出去？知道哦，这也不能开、欸。很想皮，反正五转招都是扣红血啊。反正这扣红血的，那五转之前你有扣血的招吗？五转之前我没有试过。五转之前招是扣红血还是扣止血？这是没有商店，没有，所以不用买东西了。对，这是没有商店。我们要干嘛？开队伍是不是？这个、五转之前有扣血的招吗？你先开天上。你去外面打怪的地方。刚开完吧。你去打怪的地方。这哪边？这也可以打怪吗？在村庄室就可以了。哦，在村庄室就可以了。直接先开天上，然后再开彗星那些的，然后再去试前面。开天上，开天上。天上现在是哪里啊 ？W。好。然后，你要先开这个血量。哎、欸，对。
血量，血量在旁边，血量这边有。哦，有，对对对对对，在旁边有。然后技能，炼狱最后希望。这个哎，五转是扣什么？对，开这个会心哦 ，HP 五吗？对，嗯，对吧？怎么都没有扣啊？没动啊？可是红血没动啊，还是太少？五趴那边是好，还是看不出来？你急速那些再开开，急速也开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不扣是不是 ？HP 三千啊？有吗？哦，真的哎，没有，他都满的。没。哎、欸，啊！我记得，记得我剑豪开开有被扣、欸。他到底是开什么？哎、欸，他好像真的扣红血，扣止血。可是他这边有变少，对啊，你看他止血变少。那样呢？还是我们把止血降低，然后看他如果这样开天上会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他止血不到10%的话，我们这样开他天上会爆。哦，是这次改的啦，之前都不是，因为我之前打真希拉，我开着开着就没血了。对对。我记得我开天上放五转剑是扣止血，哎、欸。他现在天上没了，是这样，时间过了，时间到了，过了、啊。干，那我们要怎么让他降到那裡？有人说是这次改的啦，应该是是这次改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没研究。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打，我自己在家里面打的是扣的红血的。这是这扣的是止血，所以呢，所以是红是现在就是扣红是满，现在是扣止的。所以之后五转念是扣止血。对啊，我在现在你回家试的话，现在还是扣红血，现在是红血，可是改之后就改成扣止血了。对。天上不是本来就会一直变少，不会吧？不会，你有被打就不会变少吧？对，那剑豪是平民，我一直扣止血。我记得我现在放也是在家放也是放，它也是像刚这样子，就是特效会变短。可是不知道它实际上是扣红血还是扣止血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吧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我先跟你关，改成扣止血就对了。对，现在改成扣止血。所以他继续去哪里嘞？我们去村庄，我们去村庄，回去村庄。回去村庄吗？回去村庄，回去村庄。改成扣止血。好，那我觉得差不多就剩那个那几个装备传授的东西可以介绍了，是不是？装备，好，现在讲那个地图了，对吧？要讲关，要你说进去日食里面嘛？对、哎。好，前往庆典现场。好丑。这个叫黑暗王子哎、欸，帅哦，可他看起来是女的、欸。是女的吧？男女的、啊，女的，都已经要化成伪娘的感觉了，不行的。你看一下你看一下道具栏，我看有没有、欸、有没有道具。道具栏 ，I 哦，你又把它改成 装备。我看一下往下啊，然后有不是，我怕它点开会有你身上的、欸，不会，让我滑到上面会有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这一堆怎样？秘法符，就刚刚之前解的、啊，是往客家丢。有这个有航海，那你把那个传授打开。传授，啊，传授，哦，装备传授这里，啊，这个新的系统。好，注意重点来了，各位观众，超级重点的部分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。好，装备传授的部分，传你等级有到二，哎，等下432。等级有到2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了，然后你按了这个装备传授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。这装备很这个很牛逼耶、欸，我觉得真的有点，反正就很强的对了。可是它仅限同部位，换句话说，你五转的话，不，你的武器就转给武器，然后，哎，防具不能转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行。可是所以只能转主副三五，反正它有蛮多限定的、啊，只是就同系列只能传送同系列。同系列的就对了，我觉得一言难尽啊。好，反正你就放武，反正就是把这把武器丢上去一看就知道了。你要丢这把吗？你就丢这可以猜出来吗？丢出来。不是你这个数值，就丢啊。啊，反正就直接丢就对了。丢。好，然后要萃取的装备是它是长杖，然后丢在这个把吗？不用，你直接换那个换你想要换的职业。换的职业，它可以指定职业哦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换个猛一点的好了。哪一个比较猛？来开拓者，我马上练是开拓者。换开拓啊？对啊。开拓在下面。我们换重炮好了，换个加农炮。可以，都可以，爽就好。换加农炮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原本这个长杖的数字长怎样。原本的长杖太神了，双臂一魔功，然后附加跟鬼一样的三魔功。好，而且是三 S 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换到右边那边。放到这里的，对，它会萃取出来之后，它会变成一个叫做装备精髓的概念。
那这东西精髓看你想变什么职业，像我们刚刚想换一个重炮的，我们就有一个示意图，这个重炮的潜能就会变这样，双 B 一物攻。我觉得扯的地方是它会自动帮你配对成你该职业的趴攻啊，假设你有趴攻的话，如果你是三 B 那就没差了。哎，那我是三 B 的话呢，三 B 就不是最大的赢家啊。哦，可是如果假设我有一个重炮的三 B， 我想换成一个英雄剑豪负五的三 B， 就可以这样转。英雄剑豪的负五，不是就是剑豪的负五，剑豪的负五，就是我可以拿别的职业三 B 变成这个职业的三 B。如果是同系列的话，对，就负五转负五，有没有？防具不能变，防具可以变得太扯啦，那大家就不用洗职业装了，全部乱洗，每个职业都随便乱洗就好了。那你看他的心力，还有一些攻击。还有前那个保住的潜能都会通通撸过去。哎，他们的抽附加没变，附加那个好像还有一些问题，所以大家不要紧张。反正现在的附加理论上是会变的啦，就是你现在长杖是魔攻嘛，然后你转成加满炮的时候是物攻，所以现在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比较特别，但只有时装上面可能未必会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到时候会有修正怎么样的话。我们会在官方会在粉丝团上面可以做介绍，对，之后会在公告。那对，会在介绍就是怎么样之类的。那他，我觉得就算他没有完美的过去，那双传说过去也是跟鬼一样的操作。我觉得很扯，而且你们看他主要是他的基本的能力，就是好，假设我现在是18，这个长杖18星嘛，他魔攻蓝字就是强化过后加310魔攻。然后310魔攻你继承过去之后，它变成主动会变成你的主，就是你那个职业的属性。然后它，你看它现在就变成物攻加310魔攻，这个我觉得这是最扯的地方啊！这个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啊，这个太扯了，可能有问题。那主要它的概念就是这样，把那个反正就是可以继承，然后改武器就对了。对对对，那假设你有一个不玩的职业，好，假设你以前是玩开拓者。然后你现在想要玩破风，对，想当最强弓箭手之类的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武器丢到，可以转过去嘛，对不对？他主动，但他直接帮你做一个新的嘛，做一个新的。那你看嘛，他萃取出来之后就变一个金水，那这个金水只能这个账号内交易，就是放船舱啊，船舱。哦，所以同时你要拿到这两个装备，你只能拿到这个金水跟这个吗？可是金水之后，例如我现在有只分身中炮，嗯。就可以变成那个中炮了，嗯，就会变成像示意图那样。你说这个吗？对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账号只能用一次吗？一个账号一次。对，一个账号一次。然后这个传说是一个账号只能用一次。哦，懂我意思吗？然后可是总归我不太懂就是，可是他那我们现在选这个要干嘛？因为他不管怎样都萃成精髓嘛。对啊，先让你示意图啊。哦哦，所以了解结果。他这个就是让你知道结果而已。可是实际上你萃出来就变成精髓。对对。哦，然后精髓你只能传仓传一次。啊，这个功能只能使用一次，然后这个精髓可以传仓。对，这个精髓可以传仓。然后你领出来的时候怎么样？按点两下，它就可以变成。点两下。对，它技能，然后你这精髓点了两下之后，它就会变成那个职业的武器。就是那个职业的这个装备啊，同部位的装备。那我们现在安确定啊？安确定吗？确定，真假的？真的。好，然后丢。那这只有分身吗？有分身，有分身。副武器能吗？副武器能。详细会开放什么？这个之后粉丝团会在公告。这个之后会在公告，或是有些那个活动会有些说明。好，然后萃出来之后就是变成精髓嘛。好，那我们丢到仓库。好，去找仓库。好，我们去找仓库。这没有二段跳、哦，鲶鱼没有，鲶鱼没有二段跳、哦，没有，我不行了，我不玩了。左边，这里有仓库吗？有啊，有，对，这个、哦，对，密码，没有，然后那杰诺武器转杰诺武器呢？副变职业副错是，他们不，他没做过附加，怎么办？附加、哦、就刚刚那附加没有变，就是反正到时候实际上怎么样？啊，你现在你们开放的时候就看得到了。对对哦，现在这个刚刚显示怎么样还不知道，对，还不是最终结果啊，说不定附加也不会开啊，呵呵，那有可能最后附加会保留一样之类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一只剑桃。可是如果我拿 A 武器，然后继承到，哦，没事，它是转一个新的哦，有啊，转一个新的。哇，剑桃看一下。
到底会转成怎样呢？然后拿到这个精髓之后，点两下，耶！太刀，这太刀能选，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它就变成新的太刀，对，也是有个 C 图让你看。基本上就全部能力都长一样嘛，就是只是，然后他会帮你把攻趴变成该职业的，就是他是物攻职业还是魔法魔攻职业这样子，就是蛮智能的帮你转。我觉得还蛮，我觉得很强哎、欸。好，传授，好，按传授，决定。好，然后就拿到一把一模一样属性的海刀。对，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可以比较的嘛，就是他有一个，就可以比较，就像他蓝值是300亿嘛。有没有正常的是多少？没有、欸、还但这个也还不确定嘛，还不确定，也还不确定到底它是加多少等之类的。好，那现在这一把完成的继承完的新装备，它可以交易吗？它就剪刀、啊，然后就只是跟一般装备一样，就是可以交易就对了，就剪刀对啊，剪刀就可以交易了。好，可是这个账这个功能，一个账号只能使用一次，对，而且你要弄到等级二。对，等级二就是，哎、欸，等级二，乖乖上线打硬币啊！所以反正你的账号就算弄就对了，想要少就给我弄。这个只能账号只能用一次，一个账号只能用一次。哎、欸，对，好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是那个现金，然后开那个这个现金道具仓库，现金道具移动，其实这有点顾名思义，其实它就是。可以让你跨商城的传东西就对了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用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直接用，我们直接进商城，不演了，可以进吗？可以进吗？那可以吗？啊，干的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进、哦，好，可以进，进，还要把它码掉，进商城，哇，喇叭，过瘾，尬起来，超级喇叭，对不对？是两百的喇叭吗？你看我们现在。好，这不是重点。保管箱那个按右键，然后它就有一个伺服器内移动。对，好、哦，好，移动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我们这次建好，我们把传给我们刚刚的炼狱最后希望。现在是建好吗？建好的传送应该是那个吧，就是小金镇。对，就是只有跟阴阳师的，对，跟阴阳师同一个商城。可现在你可以选择传到炼狱，刚这是炼狱嘛，对不对？275炼狱，你按确定之后，它就可以转过去了。对。那我转错怎么办？还可以转。你要紧张，你要传几只就传几只，活动时间内都可以转。看，好后悔哦，然后分身上面的垃圾都留着、啊。所以如果你分身有些很奇怪的限定道具，通通可以移来本尊，超佛佛到炸。对，重点就是你要乖乖弄硬币，弄到那个阶级。你要弄到等级一啊，是最后一个，这个超猛的。对，什么整形券什么微博都可以。那我们现在开龙魔怎么样？开龙不吧，开炼狱。好，开炼狱啊。他们好像想看商城。他刚不是看了？他想看那是什么东西？你说喇叭哦，好，我们这样可以Super喇叭，我们这样可以示范一下喇叭。其实那个喇叭目的应该就是不让人洗了嘛。我也觉得是不让人洗，200等嘛，人却一分钟。对啊，你还想洗啊？你整天在那边刷，不限次数，有达到阶段就不限次数。对，活动时间内你要转你就转，你想要转过去再转回来都可以。前一下，好，我们刚转一只小恐龙嘛。在下面，最下面应该最下面吧。这个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应该哪一只啊？刚转哪一只？大概在最上面，不然呢？粉红色的，在上面，这个吗？对，哦，这只鸡吗？不是恐龙啦，尼诺在下面。刚、啊、好干这么多尼诺，谁他妈客厅抽啊？在乱抽。好，可能是他抽的时间可能那个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刚刚这里有一支刀片，我们把它转过去，然后可以剪好。这里有刀片哦，上面刚刚上面有个刀片，上面有刀片哦。哇，嗯、有些你可以转给我，对吧？可以转给我吗？可以转给我吗？我也想新爆一下，我把它传给刚刚那支剑好。好，伺服器转移，传授003，剑好加速，对，把刀片转过去，好，传过去了，好，开剑好，剑好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刀片，肯定是不会弄错啊。血分身有磁铁，反正我觉得这个。很，哎、欸，好，不要紧张，你就把它拔掉了。反正我觉得装备传授跟，反正我觉得这两个活动都很佛啊。对，我觉得它是一个，这个是可以让你把你分身的垃圾全部都拿来给本尊用。对，之前活动不是，如果你去年集结那些什么那个传播者什么还留着，就可以通通拔过来了。
道理哦，对不对？你通通可以拿来本尊洗，或是你别只要洗什么微博诶。装备传说不用多说了吧，自动智能帮你转换魔弓变物弓，三魔变三物，哦、漂亮。刀片过来了，刀片就这样来了。好，拿出来。这人到底是谁啊？什么镜什么润？不知道，好像是系统吧，系统的名字。这叫系统名字。对，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，然后再买个喇叭，买你这个四个，这个、哦，对，四个的，买起来，买起来。两只热漏点也太多了吧？对啊，我刚才也在看他。我看，这漏点太多了。真是梦到了，梦到了。测试服务器啊，不要没事啊，多解铃了。今天看到一些很奇怪的，都不要太压抑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尬狂尬狂。现在应该不能，这样就不能尬狂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不太行了。不给挂，不给尬，越来越难尬了。啊，其实它是超性能广播器，它可以是，它是结合道具广的功能，你就把它想成一个比较。这是超级世界馆，超级道具世界馆这样子，世界道具馆只有这个符而已啊。哦，只有这个伺服器哦。对 啊， 对啊。可是有人说，哦，我以为它是跨伺服器的耶。并没有，并没有。哦、所以它只有单伺服器。对啊。跨伺服器的喇叭全部都没有了。那以后还有世界喇叭吗？没有，都没有了，以后都没有了。就这四个现在就可以讲了，就下架，对啊。有公告，有公告。不是，我说商城版就没有卖世界喇叭，世界馆不会再出了吗？有没有福袋？有没有卖啊？有没有卖？拔掉了，现在拔掉了。我是福袋里面的福袋了，那对，我不知道之后。对啊，世界广商城里面有卖吗？世界广商有啊有啊有啊，只没有人会去买而已、啊。哦，因为大家都买福袋。可是福袋之后会不会有就以福袋的活动公告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广是刚刚看，他还可以贴那个道具嘛，就贴一个。随便啦，随便好，这样可以讲屁话啊？怎么讲话？调皮就打哦，后面打字是，那字会被说出来，打看看就知道啦。又在调皮，你要闯，你要先讲啊！哇哦，这字这么多，对啊，哦，好，有没有？哇，这是什么颜色啊？什么颜色？跟公告差不多颜色。这是苹果绿哎，好像是不太一样啊，其实它有点改。好，你看我们广播进 CD 了，这就是我们广播进冷却，进冷却，对啊，还200等哦，200等，200等以上才能再用，漂亮，之后就不用再看到人家那边刷了。好耶！那个苹果的那个光可以拔掉吗？苹果什么光？就是人家抽到东西上广啊，就可不可以有频道可以把它关掉？没有哎、欸。哦，这个很多人在反映啊，就是每次抽什么，没有抽那个艾比那个就是刷爆。嗯，那一个礼拜就是没办法看频道了，对，可是应该这个系统关不掉啊，它关不掉那个频道，无能为力啊。这个我们可能可以帮你们建议一下原厂啦，无能为力。对，反正现在就以活动内容，哦，这笨点对不对？好，没事，不要乱看，好，不要乱看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好，反正超级广就长这样子，对，字的颜色不一样，然后会有时间使用上的 CD。然后，你尬广，你尬广哎，我靠，你尬广，哇塞，尬起来，我们回他吗？他不下班吗？我想你密他，你密他，我看他想密他什么？安，吃晚餐了吧？要吃皮，要吃饭吗？要剪床，你要先讲啊。要床吗？不要不要，不行，等下被误会。是的 ，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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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我们广他好了。好，尬广，尬起来，尬起来，尬起来。等一下，找我找吧，这就挨啊，挨啊，哦是挨哦，好，就你的新武器喷他，用这个，哎、欸、哦，他不能直接拉，要先按这个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丢丢丢，你有我心爆吗？啊，好中二，这是开卡，两个人哎、欸，天哪，他要回吗？哎、欸，等他一分钟吧，还是我密他？来啊，你打啊！来啊，约出来啊 ！Hello， 是在 Hello， 是在 Hello。你还没下班啊？你还没下班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应该吧？哎、欸、哎，不能不见了、欸、啊！还是因为我频道全体看看。哦有哦 ，OK， 你有我心爆吗？看这个、啊，看这个、啊。你说这个、啊，这不是橘园帽吗？对啊，这可以看吗？喂、欸，点啊，没差。哦，反正你也拿不到，反正就这样啊。他没有广吧？那他广的，我戴了帽子，谢谢。这橘园帽太神啦！我很需要，我戴了帽子。1999也太香了吧？对啊。可是暴力总不是额外给100%，比较客家的。给300%你也拿不到啦，省一点而已。几率性死亡效果增加，怎样？戴这帽子会自杀？我不知道。有机会自爆。啊，你现在已经死了是？攻击力200，属性主属太高啦。嗯，
他不回你，哎，不回，懂吗？他不回，会怕，会怕啦。你要剪床，你要先讲，怎么可以都没说就要自己剪过去？不要再剪床了啦，多会剪。好，反正他就是这个广，就是一分钟 CD 啊，九九九。那我们刚刚介绍了日式庆典嘛，那些三个活动，还有装备传授，还有现金道具转移。我好有钱哦。那还有一些万圣节的一些，应该叫什么？小屋不好，我先卖了，偷卖一下，可以啊。不行，真的二十一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为什么？就冷知识啊。冷知识，这有什么好冷的？真的、啊，你没看过八有算冷知识啊？真的就是冷知识。他下班了哎、欸，爸爸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大概这个版本大概就这样了。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就进去日式庆典而已啊。不是、啊、有一个那个啊，挂的气球，挂硬币的。可以啊，那去看。哎，这个那这个哪？这去哪？这那个是万圣节的俱乐部的地方，就是万圣节让你挂金链子的地方。哎，那这个要介绍吗？这个你进不去啊，它结束了。啊？因为我们去年、哦、这个时代，这个时间点，我们好进不去哦，跟刚那个一样。好好好，现在时间比较后面一点。可以快出狐影吗？狐影什么时候出这个？这个可以讲吗？不要讲好了，卖个关子。下未来会2020，肯定是2020，2020啦，好不好？2020才会出。好，我们现在进那个热气球，那个热气球是挂，有一边是挂金链子，有一边是挂那个点数的热气球。看到错过了，这是上去吗？然后他会讲可以持续获得金链子，然后等他下来105等以上搭乘热气球持续获得金链子。所以它有两个热气球嘛，一个是经验值，然后反正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然后一个是经验值，一个是硬币。那硬币一样是包含在那个100里面，对，包含在100里面。它挂多久？挂多久？它多久会就是慢慢增加这样子？好像十秒吧，差不多十秒吧，不都这样吗？然后有加了5，每十秒加5，然后呢？再等，再帮我撑十秒。整十秒，哦，有又加5，好，我们跳楼，好，我们去看金燕子的，金燕子要看吗？反正加金燕子应该没多少吧，有50加的多吗？身心修炼应该没有吧，身心应该最多啦，毕竟他氪金。现金道具转已经介绍完了。现金道具转移，现金道具转移就是反正就是让你的现金道具可以跨商城转，像你冒险大可以传给末日，然后末日可以传给小之镇，什么东西之类的，反正就可以让你跨商城转，然后不限次数，注意哦，不限次数。换句话说，你活动内想要转过去玩，想把你的点装什么转过去，你就转过去，然后活动结束前再转回来就 OK 了，这样子。哦嘿，哦嘿，这样子。可是也要有达到那个阶级啊。对，反正重点就是你要到达那个阶级之后，你要到达那个阶级，你还可以享受那个阶级的优惠，就是活动啦，这样子。那达到阶级，你说最少几天？要20，3000除140嘛。对，3000除140。对，反正你只要3000，总共我们满3000就够了。然后一天最多可以拿140，3000除140，二十一。那这个大于等于这个日食的活动好像有28天，差不多28天，所以这一个月是不是？这可以开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活动前可以开。开啊，开啊。它到十二月，11月，它也11月6号才开始。对啊，11月6号才开始。啊，日食11月6号才开始。没错，没错。那哦，所以它不是下礼拜就有？没有，不是。注意，是下礼拜。下一半就只有那个万圣节的活动，然后结束之后才会接日食的活动，然后日食活动持续一个月到12月3号，对，这样子，嘿，好，所以二十号，二还是二三改？礼拜三是23吗？坏了，礼拜三是23号，23号改的是那个最重要就是大家关心的露西达吧？露西达23就改嘛？对啊。还是跟那个一改版就改啦，23号就改了那个露西达的血量了，然后还有部分职业季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有哪些职业？好多，太多了，讲不完，反正还没有冒险家传授啦。对啊，那个还没有，那个还没有，所以现在先改技能。像影武者龙卷风应该是那一版吧，对不对？
影武者龙卷风，影武者龙卷风修正应该是这一版。我不专精影武者。然后什么啊？我知道了，哎、欸，可以开夜使者吗？夜使者，因为夜使者有改的话就是同一版。哦，夜使者有，因为我看我练也是有改，我有看，我既改既改，神之子复刻十二月，这个我知道，十二月，我曾这么讲的。好，神之子是十二月没错的，就是。李明也有讲啊，就是再下一个版，再下一版嘛，应该是就12月3号之后了嘛，因为刚刚活动12月3号之后，12月3号之后的事情啊，哪一天不知道。老黑的白盾哦，这个你们，可是你们会希望他改吗？你们希望他白盾不破是不是？原本就已经够难打了，还希望他白盾不破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夜使者，我那时候看巴哈，就是他有一个技能会多三 G 啦，三 G 会多20 B 还是几 B 的？好，看看。然后如果有改的话，那就是同一版的三 G 的被动，哎、欸，还是哪一招的被动？就他有多一个什么？哦，有，你看多一个 B 伤，夜使者三 G 会多30 B。恭喜！哎、欸，可是他是只有这招技能加30 B。还是说是全能，整只角色就是他的被动多30 B。你把它拔上来，拔下来就知道了。可是这样要看能力值啊，嗯、可以开吗？开啊，可以开吗？开啊！哇，被拔掉了，能力值。靠！哇！不行了，这个师傅。各位观众不要紧张，这是测试服。反正这都是假的。对，都是假的。现在 B 上是518，我们把3G拔掉。变成还是518哎、欸，换句话说，他只有这招技能加30 B 哦。对，应该看起来是这样，是吗？应该吧。哈，那有点失望哎、欸。好，赶快关掉。好，关掉，没事。没事没事。好，还有什么没讲到吗？还有什么没讲到、嗯？差不多了吧？啊，欸、就是我们先前有公告过，就是某些地图意思嘛，像另一个神世界，什么最后战场，还有哪里？还有哪里？天龙第五副本。哎、欸，这个标还会复刻吗？还是、欸、这个标台版有出过嗎？他有出过吗？没有。哦，这台版没有出过。没有吧？没听过，没看过。哦，这好像是韩版新的飞镖。是的。好，我不出新的。惊呆。那还有，想一下还有什么？差不多是这样啊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差不多了吧？还是我没讲。详细还是看下个礼拜的版本公告啊。对啊，详细还是看官方公告为主。啊，大家乖乖。乖乖上线啊，记得拿硬币啊。反正要，哎、欸，闪头改载是这一版吗？有这么快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感受最清楚啊。你看看了，开看看好了。闪头改载应该没那么快吧？我不觉得有这么快、欸。是。啊，是飞在哪里？那标会出吗？标会出吗？看起来是不会吧？没记错是海外的吧？好像是韩版的，韩版会出吗？不要问一些无为博诶。不是啊，欸，是哪个键？放进去。哦，已经抽爆，绝对抽爆。这样是多吗？哦，是自己吗？这样没有改。名声负一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没有怪啊。没有改，一样宽。只是说韩版好像说会改载，就是不会那么闪，它会闪一点。哇，那超佛的、啊，那爽欸。对啊，不然原本就贴的跟近战一样，他可能就之后不用离这么近。恭喜！好，恭喜哥也是。韩国九月的改版，那台版应该还久吧？目前没有，可能要明年不知道什么。继续玩就知道了。反正就是明年，一定是明年的事情了啦。今年应该是看起来不会有。闪头改版要半年后。哦，他们说闪头是荣耀改版，哦，那荣耀明年的事情了。哦，这是什么字型？硬币也是打等级范围内的怪物吗？他们今天很多人在问。硬币也是打等级范围，对啊。硬币打等级范围，对你打嫩宝不会有啦，200多等你打嫩宝就不会有。好、哦，就乖乖，就是希望你练功的意思。平常怎么收集硬币，就那样收集啊。对，都一样，就打等级内的怪物就对了。對啊，都这什么？都玩多久了？这剧情不是跟刚刚的一样？V 技能是不是不能三个放快捷键？可以啊，什么意思？啊V 技能不能放三个快捷键，它指的是特殊，你是指特殊核心吗？还是一二三技？其他一般技能都可以放，特殊技能不用放，因为它自动会帮你放。燃烧到的时候，哦，燃烧加速器吗？燃烧加速一百三十等，
丢。好，现在开放问题时间，有问题的观众们现在慰问。万圣节有什么活动？万圣节有一个就是俱乐部嘛，叫俱乐部，他就是你我们家过去好了。可是他现在啊，你过去哦，可是进不去，也没东西可以让你进去。好啊，反正就是像刚神木村那边有一个洞，对啊，洞你进 去之后就有一个俱乐部，就好像现在有个冒险餐厅，就像那样啦。冒险餐厅，就这个洞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？你要聊什么？假如他可以进去，你就当做是冒险餐厅就对了，冒险餐厅。那还有就是冒险餐厅，对啊，就拿金烟纸啊，拿金。OK。好，那万圣节还有叫做万圣节加速吧，就是很像那个万圣节，就是加速活动，有九个箱子去拿，然后要去打什么金冠二十只，黑王一只，哎，挖轮挖个二十次吧。平衡的愤怒会出吗？就刚刚那飞镖，超多人问，因为台版不出新的飞镖，反正不知道啊，我都知道了。现场打下困难喽。福袋可以放白村附加吗？这个红茶，这不好说啦，就我不知道原厂放什么，可是我自己觉得不会，我自己觉得不会啊。万圣节就是加速活动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万圣节 Hello 万圣节打招呼，打招呼就是你跟你的三班好友点个右键，有没有福袋？跟他打个按右键打个招呼，然后就可以拿一些好康，只要收一定的收打招呼次数就可以。那有没有专属的万圣节福袋？嗯。有吗？就是可能给一些糖果啊，什么那种的，我不知道、欸，不知道，好，不知道，好。万圣节小屋三楼天花板有 NPC 可以到上不去的阁楼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小屋啊，我们现在去小屋啊。没有，他是玲玲上去的、啊，他可以上去，我们上不去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他可以上去那违建地方。很坚持哎、欸、，NPC 是上面。他说三楼是上最上面那里嘛，对不对？对对、啊，这里、啊、哪里？我们上不去啊，这里哪里有 NPC？ 他把。传下来，哪里有人啊？对我 Q 你红茶，不要乱讲话、欸，没有人啊。传点装可以再说一次吗？就是可以跨商城，用滑鼠去找。对，你可以跨商城去转转就对了。我们来找。你说上面有 NPC？ 你说鬼那个吗？那能是 NPC 啊？这里怎么和 NPC？ 还是他说那个小屋管理员站在这里？哦、他真的遇到鬼。什么叫滑鼠去找？好，不要理他了啦，好啊、不行的。大头啦。那战术接力有机会开？哎、欸，战术接力什么时候开？战术接力这个还蛮多人在问。那他想要那张椅子哦，金色的那个椅子，对不对？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我也没研究。这个真的不知道啦。刚刚飞镖几公？三十公，跟魔镖一样。哦，那怎么不直接出魔镖？可是大家觉得魔镖就是看腻了。那要出一个新的魔标？哎、欸，对，我现在这只身上有吗？魔标没有啊，不是我说刚刚那个新的标啊，有哎、欸啊，还是用这个标丢？用活动？他本来想看转起来哦，那可以啊，可是要补充一下，你有机器？他有战斗机器人吗？有机器人，机器人。减弱武器呢？还不能补、欸？转成盗贼吗？他该不要去录好兵是吧？哎、欸，那中间走算是？好像路塔兵是可以补魔的标，不知道这个标哪边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叶子哥。他们说鬼那边真的有那个哎、欸。鬼那边有哪？你截图给我看。刚才真的有 NPC。他们说。你俩有看鬼哦、喔。他们说那个鬼，他说天花板上有一个手把可以按，怎么大家都这样讲？怎么可能？天花板上有一个手把。哪有？可、欸、是不能补哎、欸。真的，我觉得他们要补，那就是在故意骗人呐、啊。不要玩。就像说怎么，怎么后面有我们后面有鬼，有阴灵什么的。可是。阴灵是故意的。他说哪里有手把？他说天花板有个手把，然后没有，这里没有。你看，哦，我就没看到啊。没有手把、啊，天花板这个吗？哦，这个手把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等下去。那等下先说。哇！强！我靠，好强哦！我不行的。不是。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对啊，为什么你们怎么会知道啊？为什么你们会知道？好扯哦！好浮夸！完了！很多人说是在真的啊？为什么他们知道？我们不知道。他们说是在天花板上，不是阁楼哎。可是这还没有时装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啊、你们在哪里偷玩的？你看，哎、欸，真的点了之后就上去了、欸。还、啊、怎么下去？下去就下跳了、哦嗯欸、很凶哎、欸！他说就有在那边不信。太呢哦，还敢无视我啊！好扯哦，通通封锁，太强了。可是重点是你们怎么知道的？
刚有跳出来，你说我手，你说我们滑过去的时候吗？滑过去的时候不小心按到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老天师真厉害啊！老天师，我们忙着回答你们问题，没有注意到那个，好不好？谁看得到啊？有跳点击的东西出来这里，哦，好强哦！观众还是有点。嗯，而且他也用了，对，有点。他们说他们去查巴哈的文字。巴哈怎么会知道？但巴哈怎么会知道？李玲说的，他们说李玲说的。他们是李玲跟我说的。他们在推，他们在挖坑吧。哦，李玲可，哦，你说李玲知道，李玲不说啦，李玲不说。韩国就有人先弄过 CNST 的文章，结果跳出 NPC 的名字，他有名字哦，这个板子有名字。哇、哦，那也是厉害哎。好强哦。啊、哦，他说我们一直爆音呢，怎么可能？我麦这么小，只有刚刚吗？这样应该好一点。可是我刚刚太嗨了、啊。没事没事，不要紧张，炸爆他们的耳膜。好啦，还有什么没讲的吗？练附身的那个声音、啊，是我刚点到吗？你刚点到了。我刚点到。对啊。好，我想说怎么自己飞上去了。躺床，跟你讲话讲一样好。什么东西？谁？眼睛没在用，我不行了。眼睛没在用。我不信、啊，我刚直接爆音，不是我啦。有名字还是韩文的？他说这个板子有名字，哎、欸，这韩文的名字。装备如果是双刀可以转吗？什么意思？装备哦哦，他只是双刀哦。那他一直如果是双刀转成别的副武，因为他都算副武嘛。不知道，我。欸、你们很会举例耶，装备举一反三王。对啊，玩家我就知道，真的很强哎。装备精髓跟副武，反正就是同步位的转同步位的就对了。然后防具没有开嘛？哎、防具没有。防具开了太 OP 啦，真的，我真心觉得防具开了就太扯，所以防具一定不会开，对不对？你一个错属的，假设你一个弓箭手装备洗到什么？顶趴力，对顶趴力之类的，那你就拿去随便进成一个，你马上就升一件顶趴力出来，这样就天下大乱啦，全身大家全部都顶趴了，职业装就不职业装啦，反正你洗到错职业就拿去继承就好了，不行啊，这样就破坏平衡了。求花语的头披在顶头的窗户，不要后置哦，看来警告你，把你编掉。好，那大家就这样啊，老先生。还有什么？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了？快点！有点建设性的问题。九点了，要关台了。来看看什么？管理员放楼上吗？他们对啊，如果管理员不见的话，如果你想要对话，哦、你就按上面这个。你不会用是不是？哦、我来弄。什么东西不会用？因为你要没有玩小屋。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好，我们把它。我说管理员可以设置位置、哦。跟管理员的位置，按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很好，这就是我的位置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。嘿嘿，我又回来了。有吗？感觉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有。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，好像被囚，好像被囚禁在上面。那还可以再上去吗？不行了。这个问题没有建设性。笑死！真的会开台？不知道啦。我回家再说啊。我很饿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很久没开台、欸。装备继承转成杰诺武器，能选职业类别哦。有啊，有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有人问海盗跟盗贼吗？可以啊。有人问石铁。时装铁站就是，反正活动有开的时候就会有了。对对对，嗯，但是对，目前不会消失。这现在可以讲就是，好，反正就是有开的话就是有，对啊，就是那没有开就是没有，对，就以活动为主，就跟选举最大的秘密一样嘛。对啊，谁会上不知道啊？不要问我说到底环规会不会动算了，哇塞！你不是要教卡天上解救方式？哦，这个哦，然后你们要现在讲吗？这也是我问那个的、欸，就是。大家卡片上的时候要怎么解？就是我收到的那个消息是跟角色卡有关，就是我看一下几个人，我本来在我直播上面讲400多个人，好啦，就跟你们讲好，当做最后的压轴。像现在这样打到一半，不是有人会好你是开天上，然后之后假如可能秒爆还是怎么样，然后你的天上就不能用了，就是你再怎么按，
你再怎么按它都不能按了，就是天窗坏掉的话，就是目前好像我听到测试的结果是跟角色卡有关，那是跟精灵游侠的角色卡有关系，所以就是如果，但是还没有这件事情还不是百分之百，就是确定说这个原因，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卡天窗或是比较低几率就是发生这个bug 的话，你要打那些你一定要用天上的王，你就不要装精灵游侠的角色卡。这只有在零吗？有，还是零？应该说精灵游侠的角色卡 会那样，是因为你刚刚天上嘛按下去的时候，它冷却60秒，你上面右上角那个有60秒，嗯哼，然后你这个跑了50几秒，跑了就50几秒，然后你就跑完了你就马上放啊，结果又马上爆了，哦，马上爆盾了。可是哦，那哦，所以他这个解决办法不是说暴盾，就是暴盾的那个嘛，是源头的解决，是不是？不，所以如果晚一点开天上，可是他被王打到秒爆的话，会卡吗？不会啦，应该不会吧？卡天上，卡天上，我遇过不就是你突然马上放了，然后马上死掉？对，不是马上盾被打爆，有时候是被王打到，或是应该说你打完的时候太混乱了。所以不知道他是被王打到还是他自己爆的，懂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对，就是打的时候啪啪啪，我不知道他是自己莫名其妙爆炸，还是说被王打到爆炸。那自己爆炸听起来可能跟金牛家角色考官是因为他时间还没到。哦，有人问一个农机副武器的上面这个，哦、这个有没有全修好？上次只修一半。农机副武器这次有做一点调整，就是现在目前不能交易的。旧有的不能交易就不能交易，那有多出新的可以交易的，那新的可以交易就可以交易，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打农机不是也打到碎片嘛？碎片，那点两下之后你可以换到都可以交易的那种，所以就是他又多做一个新的农机的道具。80B 13魔全套转去法杖，原则上没有意外，就是变成80B 13魔的法杖，对，他会智能的去侦测你要转的那个职业的属性是魔工还是武工，这样子。反正他要转之前他就示意图啊。对，他你要转之前他有示意图可以让你看，说你转之后变什么样子。对啊，先看好再选啊。对，没有错。好，那我觉得大家就这样了。一放马上死就会卡。好，反正我们会再请人多多研究啊。对，转两次。反正就自己可以，对，你们到时候活动出来之后可以自己再研究就对了。对啊，自己乖乖借农硬币啊，自己研究一下。对，副驾有的转吗？没有，这还不确定啦。副驾的话还不确定，但是对，就以之后游戏的公告为主。啊，然后神之子武器可不可以用？不行。真的、哦，神之子不行哦。不行。啊，神之子不行。神之子不行。他可怜、哦、啊。还有阿 B 也不行，阿 B。啊、哦，阿 B 四武器也不行。阿 B 不行。哦、那阿 B 的奖励原本那个装备传授，它会变成罕见卷50%，就是这样。会变罕见卷50%，完了，完了，觉得会被骂，完了，真的我觉得会被骂。一定要换装备，全要换全套，可以吧？想换什么就换什么、啊，你要换什么就换什么。他应该我们试试看，他们一直都换同武器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身上没有武器可以。可是他说选择同样武器。可是我身上没有武器，先点啊，反正我就没东西了，就 没东西可以丢了。萃取的装备要自己把拿出来，是不是？可是我没有航海须。那、啊、这个可以吗？140的这个，不行，真假的？真的啦。那有办法弄到航海吗？没有。去买了，他有那个硬币吗？没有硬币，没有硬币。哦，不行了，GG。啪啦啦啦啦！好，差不多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吧。没错，35跟负5可以吗？就以到时候游戏开了之后，你对啊，丢上去就知道能不能。因为现在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。这活动有多久呢？这活动还蛮有一些变数在啊。日时活动一个月，11月6号到12月3号嘛。我刚没记错的话，11月6号到12月3号。嗯。还有日时的活动，然后下礼拜23号改了之后是先万圣节活动，万圣节活动结束之后接到11月6号才接这个日时的活动。OK， 好，冒险称号，什么冒险称号？干嘛？他说现在活动那个吗？他想看什么？了解风之谷是不是？是那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来解，那好像分身才能解吧？
你有200等才能解是不是？啊，没有认真玩。好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，假崩啊，假崩啊。好啦，关台了。大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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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用广，哎，这次有广吗？好好。太广哎、欸。用广吗？没有广。好，没有广，好，不开了，不开了，不开了。八八八八八。还有超级喇叭啦，200等以上才能使用的超级喇叭。嗯。冒险岛称号啥能力？冒险岛的称号，到时候你们自己点就知道了。好啊，他说现在的那个，对啊，因为他要到十月几号才能点哦、喔，就22号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他会看你的阶级对应到什么能力嘛，所以到时候就会知道了。那效果是永久的吗？永久不是啊，就跟这是期间限定的。对啊，都现在都是这种套路吧，都是限定的，就对了。这样你才会一个换一个啦，不会一直用同一个就对了。好，八八八八，哎，八八八八八 ，OBS 打开，八八八，啊，完了，八八八八八八，没事没事。